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三支日本制的不求人捶背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两个比较可爱，它是用高尔夫球当锤头，这个的话是木头的锤头，它每一个的柄以及它整体的材质都是这种乌木，就坚硬的乌木，就是它弹性很好，硬度也不错，然后质地又密，很适合长时间的敲击，也不容易损坏。大家可以看看，握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光滑。经过日本上一任主人长期的使用，它整体非常的圆润光滑，买回家马上就可以用来捶背，在工作疲累之余休息一下，非常的不错，推荐给大家。